传媒财务问题连连，现在有消息指出，一传媒正开始要裁员来减少财务压力。今年4月，香港苹果日报是无预警的解雇了包括编辑部、摄影部、突发组三个单位记者，总共10个人。另外制作团队全体10个人也遭到裁员，造成员工恐慌。接下来港台一传媒员工可能都会面临裁员的风险。根据调查，台湾苹果日报高层也接获要裁员的指令，但是台湾苹果日报却表示说没有这件事。